台风客家白银团为今年没有立秋也不浪费暖场三条球的完整呈现。客家总督的发通也是庆典场合，请客家白银都现场演奏，听说带来闹热欢喜的气氛，各种是不时看得到的事情。古雅的客家白银团三季无相同，成员但是如是始终者，也是全国第一个用很多位人为主的客家白银团。你要生锈出事了哦。一个白银乐团做得演奏出完整的曲子，可谓是欣赏三万个指头，还有后天从时间的自我训练。我先讲下三不火的打法，哈，街头，跳树的街头，嘿，哒哒叫哒哆。欣赏上色的功能，曲个也节奏，爱学生的技能增加一下，锣鼓合奏的节拍。所以嘴巴还有舌头一定不要碰触到，嘴唇顶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吹起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让我一片欣赏高嫩混搭的一基本优良，我讲的韩国上色，各位韩国有耐心，因为也得学生的，但是如何灵魂之处模特的一时钟炸。好来，他个准备哦，锣一起，跳树一起，他个就要准备，锣前全部冲一下哈、哦，来，各位，来。关注搞好起来，他家雕琼他准备合照完整的白银乐曲，经过长达半年的搞好训练，也就以前无接触过客家白银的好演，都已经做得展现出熟络的演奏技巧。市场朋友平常都不看也无做嘛个，比都做得出来哈。老太家做得琼下搞新的朋友，又做得透过了学习吧哈，比都成发了，成方面行下好精彩。所以讲，我哋做佢嘅，请勇敢嘅佢嘅就办嘿。我用勇敢来形容佢客家白银版，唔系冇理由嘅。学客家白银是要看谱，打击技巧也要看熟识，也要如何始终好嘅爱想办法克服嘅大问题。学习上较困难的位啦，因为一方面看冇乜嘅多，因为要看条数咩，一方面诶你自己木做都看唔到。就靠耳孔来弹，就一片弹，一片弹加音，一片打，所以一困难学，因为要拍咩，一片弹一片拍，所以一困难学。困难就是讲木竹木把它好哈，就讲一般正常人木竹较好就有办法看个谱，而木竹木法就全靠用拍的，用拍。你讲我拍到戏，拍个谱，嗯，我安尼，实在讲有较困难的人，我安尼学演员，他有三十六年钟，已经慢慢进入状况。但像对学员来讲，很难题，连指头欣赏也讲压力过大。我说，一个白银班如出通的写欣赏来搞。当初讲，其实我心中也无几多，我个觉得，其实动态坚持，当时我唔敢接镜，我讲我，他无法做，因为佮。他们视力不好，实在很难教。你用笔画都看不到，哦，所以要慢慢来，牢记耐心、耐心的牢记，搞个个基本动作个得。一开始，先要打鼻糖，打鼻糖，按个加数，可能就会有看懵，哦，他无他唔知按样个计咩，要逐渐加数来计，样个打打鼓个啦，打锣啦，打琴啦，哦，就一天到一步步的用逐渐先打鼻糖。过作家书来打，哎呦，哎呦，今日等于看完嘢，过时间要加长。始终好人可能用命的一步一步好，还有闽语的听力反复练习，三万的吞谱记下来，学习的过程可能加深吞耐力来克服视力方的障碍。啊，我这个歌谱哈，你看看唔到就是放太来啊，放太来今年哎，能拍到书吧。我的状况，不管是看谱或看书，我的头都是这样摇来摇去。因为，比如说你有
比如说你是一万，我最后一个零，第五个零我看不到，可是我头只要一往右移，又可以就会看到。因为视障朋友好安尼，不管迄好白银呀，迄安尼大个呀，迄盆的哈，盆的就用拍，就用弹。好，老师用讲，讲佮用小的录音机，细细只录音机录起来，再去拍。好安尼，迄个老讲伊那个爱学习的部分哦，来拍起来，迄个来强下练习安尼。刘丽燕失踪消费，配合政府资源计划，特别开办的失踪百元班，为失踪朋友有机会学到数字。我未来失踪百元团，现在做的起床舞台电传语，进一步可能传统乐曲意思去加落实，还要面对现实的考验。啊，因为吼，还是有进度的困难，你嘛因为一下吼进度三期啊，又去加百元班。何况安尼，失踪朋友出门还冇方便。韩国呢，就讲你哈白银嘛，其实从重要嘅年度，年度迄讲主办单位要提供车马费啊，哈，就讲什么哈高。虽然对失踪者嘅实质数字冇乜嘅具体嘅陈述，我做得其上舞台来表演，得到台下观众嘅掌声，对等来讲，能系天珍贵嘅。知道懂有成就感，懂快乐，因为好我也都在做表演，感觉心情很愉快，反正就唱也很光荣的意思啦，哈，很当官，台北人呀，给协会的哈，都得去出去参加的表演，真是当欢喜。一条失踪者，无论是上阵的，也是后来出道片，那么神发体阿无时熟的世界，一等如无用命运带头，用音乐丰富一等的人生，创造生命行过他的价值。